Hello， 晚安。初めてピテラエッセンスと出会った時、透明感のあるクリアな姿に。晚安。Hello。很累吗？今天还行。带着十二只小鸡进来，什么意思啊？这新功能吗？晚安，国栋九号。戳一下，什么意思啊？Hello， 人格 ，Hello， 分配 ，Hello，Martin，Hello， 卡丘 ，Hello， 七七八八 ，Go， 哇哦哇哦哇哦 ，Hello， 库洛洛，我的心窝，你是多好天气没错呢 ，Hello， 小徐，难得去健身，现在开始我的健身旅程呢，我要开始瘦身 ，Hello， 林阳 ，Hello， 小何，随缘。梁公公，今天是新潮之夜。Hello Alan， 你追求我就坚持。晚安，晚安 Kilo， 晚安 Steven。晚安。胖了不少，是还好啦，只是想说可以去健身房锻炼一下。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Hello 冰棒 ，Hello 玄阳 ，Hello 大宝宝屋 ，Hello 瑞荣 ，Hello DJ 瓦。新潮之夜，今天新潮之夜，你们刚刚有看直播吗 ？Hello 俊颖 ，Hello 吴大帝。谢谢杨公公的可爱水母 ，Hello Jenny，Hello 百汉，最爱我没错。有看直播 ，Hello T 恤哥阿翔，走哦哦哦哦 ，Hello 博弈，看了影片，妹妹比我瘦，妹妹的脸看起来本来就比我瘦，是不是练到睡觉了？当然没有啊，我的脚都有在动哎。Hello 西西 ，Hello 秀一。是啊，没出席。对啊，因为我上一次有出席了，这次换别人出席。Hello Snoopy， 谢谢西西续费一个月。对，换人去吃吃看那个饭店的大餐。小鸡舞很可爱，谢谢羚羊。Hello， 谢谢杨公公的比心。你是睁眼看起来好了，睁眼其实还没好，就是但是在一个快好的阶段了。晚安钟颖，晚安国荣，有得吃吗？有啊，新潮之夜有东西可以吃。Hello， 谢谢数学课本，谢谢思涵的笔芯，谢谢数学课本可爱水母，新潮之夜吃的很好哎、欸。小梁晚安。谢谢开心送我冲浪失败，谢谢钟颖的玫瑰，谢谢西西的可爱水母，谢谢 Fly 的玫瑰，晚安邦维，有多喝水多休息吗？有，我有尽量多喝水了，爱、啊、有休息就休息就随缘这样子。好的差不多了，是好的差不多了，可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一颗还在。Hello 浩毅 ，Hello 建谷 ，Hello 思源。我可以拉给大家看，大家就会看到那一颗了。我可以拉给大家看，你们看，就是，对，就是它的鱼，它还有一点点，对啊，还没好，对啊，所以我还是要好好的休息。它一直存在，对啊。晚安廷瑞，是有点红，但是好有已经快好了啊。对啊，希望
希望好了之后就不会再长哦，不然长针眼好痛苦哦。我这个礼拜一直在一个眼睛很重的一个状态 ，Hello 佑佑，然后我一直有点忘记我眼睛很轻松是什么样的感觉，都有点忘记我的眼皮长什么样子。晚安，伟霆。刚睡醒也没有刚睡醒，可是有一点累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运动太认真运动。这次的面包比较好吃吗？这次的面包我做的是葡萄干吐司跟卡士达面包，还有那个叫什么？那奶酥面包。谢谢永哥直普的守护灵 ，Hello 莫罕，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是什么？两种吐司，三型吐司跟那个葡萄干吐司。然后因为呢，我做的甜面包刚好都不是我喜欢的，就是我没有特别喜欢奶酥跟那个卡士达，我都没有很喜欢，所以我都没有吃，就分送给大家。自己做的自己都不想吃，我就会，因为我做完的那时候。就是我做完的那一天，我也不爱奶酥。对啊，我也不喜欢奶酥。就是那一天我每一次做完刚做完面包的时候，我都谢谢 Frank 的厉害，我都不想吃面包因为我觉得我一整天都在那个充满面包味道的环境里面，然后我觉得我的身体上面整个人都是很多面包味，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太多面包味，然后。就会觉得我好饱，我吃不下面包了，有点像是你去吃火锅，你去火锅店工作，你就会觉得你整身都是火锅味的感觉，对，真的闻到腻了，然后我真的是吃不下来。勇哥很忙，没关系，真的是闻到吃不下面包，对，所以我都会先带回来，然后。爸妈有吃吗？有啊，爸妈有吃啊，成员们也有吃，大家都说蛮好吃的。Hello 定璇，对啊，真的是没有，我真的是被味道给洗脑，就是洗脑，不是洗脑，这叫什么？洗鼻子吗？真的闻味道就饱了，我现在真的明白，就是闻味道就饱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容词。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Hello， 杨哥，我不太喜欢吃奶酥跟卡士达，因为我觉得奶酥好甜哦。对啊，好像蛮少人会不喜欢吃这个嘞。我觉得我好像那个蛮怪的。谢谢杨公公的比心，谢谢阿飞的厉害。我喜欢那个巧克力啊那种，对，我不爱奶酥，奶酥，而且有些奶酥还会加那个椰子丝吗？还是什么的？哎，我也超讨厌椰子丝的，对，我喜欢吃巧克力面，我最爱基本上蛮爱吃巧克力面包的，就是如果有面包有选择，我都会选巧克力，对。菠萝面包还不会，应该不会学到，在考到那个证照之前，都还不会学到菠萝面包。菠萝面包好像听说其实也蛮简单的，你就用甜面包的底，然后上面做那个菠萝的饼皮就好。对，要去学怎么做菠萝的饼皮。对，先等我考到证照，我再来研究。对，奶酥加葡萄干我也不喜欢。博成晚安，谢谢阿飞的枫叶。我也蛮喜欢吃菠萝面包的，嗯。查理王清新乌龙，清香回甘。但我不喜欢菠萝面包里面包别的东西，就是有些菠萝面包里面会包奶酥，那个我不行。我喜欢吃最简单的菠萝面包。或者是巧克力菠萝面包哦，巧克力菠萝面包我就很喜欢了，嗯。我喜欢吃巧克力菠萝面包，嗯。谢谢阿飞的枫叶，谢谢开心的看好你哦。
酥皮的比例，对啊，酥皮的比例。那个下面的甜面包我已经会做了，嗯。谢谢廷瑞的小浪花，谢谢廷瑞小浪花。考到证照每天开始帮他，其实有点难的，因为其实你考到证照之后，其实你要真的做面包，你家里要有器材，那个啊，感觉要花蛮多钱的。就你买那个烤箱啊，买那个搅拌器啊，因为没有搅拌器，其实蛮辛做面包蛮辛苦的。就是我们跟老师聊天，也在聊说，其实面包师傅比较适合男生。谢谢福福猫的真情告白，因为其实你如果你没有搅拌器或那些东西的话，你要自己揉面团的话，其实是蛮辛苦的，就是要蛮大，就是你手劲那些要蛮费力的，所以面包师傅是老师也觉得面包师傅是男生比较适合，嗯，对，要费很多力气。谢谢中影的可爱水母，所以我是太阳之手，可是我揉面团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出力的。我手腕很高是蛮适合，但是揉面团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要很用力耶。谢谢阿基拉的厉害，然后没有，你看我们现在都靠搅拌器嘛，然后如果没搅拌器，你要自己把它揉在一起，哇，那个你还要揉得很好，所以手做面包超强的。谢谢萨鲁的玫瑰，去健身房就可以揉面团了，不行，去健身房已经没力了，好不好？但而且老师说，就是做面包的搅拌机啊，最好是买大用大台的去搅，就是大大的缸去搅，它会比较那个面团会比较甩起来，就是你这样子面团会比较好。如果用小的比较适合是做蛋糕。谢谢若若一下下的什么小浪花，谢谢隔壁的比心 ，Hello 月笑，还要去多少次？接下来就是要模拟考了。对，其实我们上课就是压缩的很，怎么讲，就是快速。正常来说是拉的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我们这次是压比较短的时间就要去考试，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会模拟考。对 ，Hello 塔比太郎 ，Hello 雅竹 ，Hello 玉超，有看我去应援熊，看我去乐天应援吗？自己手动跟机器都会，手动很辛苦，如果只有你考不过很丢脸。我觉得我不会考不过，我觉得我会考过。其实我是蛮会考试的人，我自己就不能爆线啊，不能怎么样、啊，有很多事情是就是会，你有时候你可能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好，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Hello Fly，Hello 家居，就有可能是其实你。每一个步骤都照着做，可是你还是会不小心，可能比例就是你的面包的，像它有那个面包的大小啊，或是它有那个面包的高度啊，或是什么啊，或是馅料怎么样，它有一些规定，就是因为你真的烤出来才会知道结果，对。可是老师说，你只要料称对了，你就成功一半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信心。Hello 小红 ，Hello 不入流，馅料当然是要加爆，不能爆馅，爆馅就会扣分，这样子，一样没弄好就发不起来。对，还有发酵啊，发酵的判断啊，就是每天的湿度什么也会影响你发酵的速度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阿姨拿了很多面包吗？还好哎，这次阿姨没有拿很多面包。这次有面包，因为有送给很多其他成员，所以这次阿姨没有拿到太多面包。对，感觉不会到太困难。因为是丙级的，所以也不会到就是真的超级困难吧？对啊，乙级会比较难一点。对 ，Hello 梦，我那时料都量错，你料都量错，真的假的？真假的九蛋，谢谢九蛋给我信心。不，我想，对啊，老师就是说那个，
老师就是说你只要料称对就成功一半，所以说就是那个称料的时候，因为要先计算你的称料要称多少嘛，所以说称料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老师那时候说你们一定要按对，按对了就很有机会了。对，面包其实很胖。对啊，面包都是淀粉耶。但其实我这个人怎么讲，我算喜欢吃面包吗？我觉得我算是普通普通了，我对面包是普通。我就是有些人可以吃很多面包，但我没有办法，其实我吃一个面包我就差不多饱了。对，我就没有办法再吃下去了。食谱要背起来吗？你可以带着一个你可以带着你的比例进去，可是你要自己按计算机算出来，就是你没办法带着全部的，你没办法带着全部的食谱，但你可以带着比例进去。对，考到证照未来会开面包店吗？这应该看我接下来的路上，就是你知道，因为丙级其实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对啊。然后我会的面包也不多，如果我要开面包店，我应该要再多学一点面包。对，继续往上考乙级吗？我应该要先看一下我的证照考的怎么样。谢谢熊的滋补的守护灵。对，哎，怎么那么多人考过这个证照？为啥？为什么大家都有去考 ？Hello， 是伟哥。怎么大家都考过这种证照？谢谢伟哥的真情告白，还是大家都是相关科系的？对，有加化学香料吗？没有哎，我们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加化学香料。对。对啊，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有考过一样？谢谢，看好你哦！谢谢 Rock 的看好你哦！谢谢 L 的枫叶。Hello 杨哥，因为读过烘焙班哦，你们读过烘焙班。Hello 志伟哥晚安，因为好像是很多学校会规定要去考，是不是？谢谢杨公公的枫叶。Hello 易杰，胡乱的居多。Hello 北原神的 ，Hello 小杰 ，Hello 樱桃猫 ，Hello 鳄鱼。读过餐饮，好像读过餐饮的学校都会有规定，就是要考。对，我家烤箱很小，我家烤箱，而且我家烤箱还是旧型的烤箱，我家烤箱就是没有办法烤面，没有办法做面包的那种啊，没有办法烤面包那种。我家是那种最传统、最旧的烤箱。谢谢 Killer 的可爱水母。烘焙丙级，对啊，烘焙丙级是蛮好入，老师听老师说是蛮好入门的，所以我猜很多餐饮科学校应该都会规定要去考这个。对，谢谢玉安的小浪花，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Hello 小甜甜，晚安。买面包机不？我觉得如果要买，应该要买烤箱哎，因为烤箱能做的事情很多啊，面包机只能做面包。Hello 杜武晚安，谢谢小红的真情告白，谢谢杜武的玫瑰。不过如果我真的拿到证照，其实我也会蛮想在家里做做看。对啊，就是做给家人吃啊什么的，蛮酷的。可是家里的器材真的是没有办法支撑我做这个事情哎，因为家里的器材真的是太怎么讲？太，因为我妈没有那个做面包还是蛋糕比较好玩，可是我觉得不能相比耶，因为 Hello Ice，Hello 德婷 ，Hello T O O， 因为我做蛋糕的时候是那不一样，你知道吗？等你们看那一集异想天开就知道，我做面包是从零开始做面包，可是我现在做过蛋糕的经验都是从。其实很多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只要装饰它而已，对，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不能，我觉得没有办法一起比。但是我听老师说，就是做蛋糕超难的，就是你蛋糕要会的东西很多，就面包是比较简单的，可是蛋糕要会的东西很多，就是像你烤蛋糕的证照也是你要会的东西超多，你还要就是会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蛋糕跟饼干都蛮难的，对。Hello， 飙酷肥仔。但是我觉得做蛋糕是还蛮好玩，因为做蛋糕还有装饰那些吧，而且蛋糕感觉可以吃很多，那个就是感觉比面包跟蛋糕来说，我觉得蛋糕我可以吃比较多。谢谢廷瑞的小浪花。但是面包好像比较适合当早餐，对。
对啊，蛋糕超难，就是蛋糕你还有那个，譬如说蛋糕体啊、鲜奶油啊，然后馅料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嗯。因为蛋糕比较松，嗯，我觉得对，应该是瑞说的，因为吃面包很快就饱了。你知道，吃面包其实我真的吃一颗我就不行了，我真的是一个没办法吃很多面包的人。嗯，挤奶油，其实我蛮会挤的。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做饮料也要挤奶油，其实我是会挤奶油的，真的没骗你们，我是会挤奶油跟挤冰淇淋的，就是我以前有挤冰淇淋机的经验，我是有练习的。对，谢谢柑橘的花枝精粹。Hello 豆力王 ，Hello 志祥 ，Hello Ben。嗯，挤奶油写字部分，不是，我是真的，我不太会写字，用奶挤奶油写字，但是我是真的会挤那种，就是那种冰淇淋状的奶油。对，谢谢超哥的小浪花。我喜欢吐司吗？我其实蛮喜欢吐司的，吐司吃吐司抹酱，其实我蛮喜欢的。对，我会抹什么酱呢？我喜欢抹奶油跟可能是葡萄啊，或是草莓，还有巧克力，还有花生。咖啡拉花还记得吗？还记得啊，我会最简单的那种拉花。谢谢怀的可爱水母。花生我超喜欢吃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就很爱，有些人就喜欢那种不甜的花生酱，我无法接受。我就是那种不甜的花生酱，还会可能会主打说什么它什么健康之类的，我不知道忘记了。但是我完全没办法接受那个饮条证照听起来怎么好像很好玩啊？是调什么奶？调酒吗？饮条，不然要调什么？红茶奶茶吗？有颗粒的话，我真的不能接受不甜的花生酱，花生酱就是要甜的。对，我喜欢吃甜的花生酱。谢谢杨公公的 love。调酒，我好像以前，因为我其实是读餐观光系嘛，所以我好像以前有上过这个课程，但我也忘记了。对。但是我那时候上的课程也没有上很全吧，就是也没办法上到可以去考证照。对，谢谢玉的真情告白，谢谢玉的真情告白。对，我也是突然间想到，为什么我家有吃不完的凤梨啊？我怎么每天都有凤梨可以吃？最近凤梨产季是不是？想吃芭辣，对啊，每次都在吃凤梨，我已经吃多久凤梨了。 Hello Punk， Hello 吉米粥， Hello 喂，凤梨现在是产季，凤梨现在是产季哦，现在几月？是五月。五月。但我其实我对凤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普通感情，普通感情。对。健身有睡着吗？当然没有啊，健身当然没睡着。谢谢吉米粥的枫叶。谢谢吉米粥的吻收礼。我对凤梨就普通，对，我对凤梨是普通。可是水果我其实很喜，普遍都喜欢啊。我是一个喜欢吃水果跟青菜的人，所以我即便对水果是普通，我还是会很喜欢吃。对，今天健身完吃了什么？吃了寿司，吃了寿司。突然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健身，健身完马上要吃了寿司。
Hello TY Ming， 但我今天寿司也没有吃很多啊，寿司我本来就吃不多，我寿司吃不最多就吃个四五盘我就饱了，对，然后喝饮料，对啊，喝饮料，没有没有，你们要想哦，就算我今天不去健身，这些事情我还是会做，所以我去健身还是有差的，对，我去健身还是有差的，你们要去这样子想。嗯，装水，我水喝完了，我要去装水，等我一下。嗨，欢迎来到小叮当的店。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四台四万多块的叮当琴，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那之前我们有拍过四台两万多块的叮当琴比较，如果想要比较两万多块跟四万多块叮当琴之间的差异，可以开起来比较看看。首先，我们先来做一小段的盲测。听听看你所听到的声音是哪一台琴，准备好了吗？先闭上眼睛听听看咯。噔噔，咦，咕咕，咕咕在这里，咕咕。我在直播耶 ，Cookie， 你在直播耶 ，Cookie， 你在直播耶 ，Cookie，Cookie 啊 ，Cookie 啊 ，Cookie 啊 ，Cookie 啊，你在看什么 ？Cookie 在看电脑哎 ，Cookie 啊 ，Cookie 啊，小 Cookie， 那么可爱，小 Cookie， 怎么那么可爱？你要看观众啊。你要看观众，嘿嘿，小哥哥，小哥哥，我帮他抓痒哎，马杀鸡，我帮他附赠马杀鸡哦，你看他应该很舒服，哥哥啊，按摩按摩，姐姐帮你按摩，哥哥，姐姐帮你按摩。你帮姐姐直播，姐姐帮你按摩，小 Cookie， 你看她很舒服，有没有？有没有很舒服？有没有很舒服？你看她舒服到不想下去了。你和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Cookie， 姐姐帮你抓痒，按摩头，按摩头。按摩一下头，呜，有没有舒服？有没有舒服？按摩一下哦。哎，你们有看到 Cookie 吗？是不是都被留言挡住了？报高一点 ，Cookie， 你要下去了 ，Cookie， 你看大家都来看你 ，Cookie， 你好，你看大家都跟你说好。你看到吗？大家都来找你耶 ，Cookie，Cookie，Cookie 好可爱哦。Cookie 都是晚上比较有精神，他早上都没有，早上到下午他都在睡觉，他过着一个猫的行程。对，他平常他晚上才会开始跑跳。对，你看他现在就比较有精神。Cookie 啊，哎呀，你累了，你累了。你要下去了，哎，要下去了，不行啊 ，Cookie， 你才刚来哎，不行啊 ，Cookie， 你才刚来，你要下去了，你这么近哦，你靠镜头这么近哦，你要下去了，你把我都挡住了 ，Cookie， 你把镜头都挡住了 ，Cookie， 这么近。你要这么近？你这么近啊？你这么想直播？哇！你这么想直播？哈哈！你这么想直播？你的兴奋到爬上来了！哇！哥哥好可爱呀！哥哥好近哦，帮你按摩，帮你按摩。你养下去，你养下去，对不对？好啦，下去，下去，下去，拜拜。拜拜。
拜拜。故意下班。故意下班了，各位。好饿哦，我今天好饿哦。他怎么感觉都不理我？没有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个性，他就是那种傲娇狗。对，酷伊真的好可爱。对啊，酷伊很可爱。酷伊真的，我觉得酷伊长得真的是看不出来他是老狗，就是他虽然年纪很老了，可是他看起来很年轻，你们不觉得吗？就是他把头发剪掉，不是头发，毛剪掉之后，就会看起来很年轻，就是看起来会不知道他已经就是十几岁了。对，跟我一样童颜的狗狗，酷伊看起来就是一只很年轻的狗。对，对，他跟我一样童颜，童颜，哎，酷伊童颜，然后又有大长腿，酷伊人生胜利组，哎，有没有？什么都有了，有要腿有腿，要脸有脸，对。傲娇，Hello you，Hello， 谢谢船长的比心 ，Hello 阿平，谢谢船长的比心。对，童年我没有大长腿，只有 Cookie， 我们家只有 Cookie 有大长腿，你输给一只狗。我们家只有 Cookie 有腿，对哦，我排名只有第三。对啊，我对 Cookie 来说。酷伊不太喜欢我，我觉得啦，因为我平常都没有给他吃东西啊，所以他才不喜欢我。但是我最近都会奖励他，他吃完饲料我都会奖励他那个零食，对，我都给他吃零食，所以他应该还是蛮喜欢我。对，我没有大长腿，我只有小长腿，有大长面线，大长腿。Hello， 小欧。还是原来那个你。谢谢杨公公的真情告白，谢谢杨公公的真情告白。Hello， 洛克，对，我有大胸膛一层。谢谢一层提醒。我们早就全输了，你们什么输了？怎么输了？怎么说？狗狗不能吃芭乐吧？狗狗可以吃芭乐啊。Hello， Oco。狗狗为什么不能吃芭乐？狗狗好像只有不能吃葡萄跟巧克力，对，还有一些什么核桃类之类的，对。Hello 代代 ，Hello 阿贤 ，Hello 四红 ，Hello 小赖，谢谢小赖的小浪花。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节育 ，Cookie 有节育吗 ？Cookie 有节育吗？酷伊已经结扎了，对，酷伊结扎了，因为听说结扎的话会老得比较慢，所以后来就去结扎，而且就是因为酷伊以前会有月经嘛，然后就是他每次就是月经来的时候，他会有点不舒服，就是他可能会不舒服，然后他就会整天都坐在那边不动。然后就觉得这样子好可怜，就帮他结扎了。对，就寂寞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知道狗狗也有月经吗？就是它也是一个月好像一次，是不是？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妈妈就会给它穿那个，就是尿布。狗狗月经正常要怎么处理？狗狗的月经就。月经啊，对啊，他就是正常要怎么处理哦，也没办法怎么处理啊，跟人一样，他就是等他结束啊，对，没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只是狗狗会心情很不好，对，他包尿布，你要给他包尿布，然后对，他会喜欢去舔，所以你要给他穿尿布，把他穿起来。昼夜晚安，对，然后让他不要去舔，对，可他就会很痛苦啊，他会过得很辛苦，对。诗雅怎么没有去盛典？国伟，我上一次去过了，所以我这次派我其他团员去，这次是其他团员们去。Roman Lin，Hello 晚安 ，Hello Kenny，
养狗也是很辛苦，就是照顾，就是多照顾一只宠物啊。对 ，Hello 慵懒啊，不，懒散的素懒，个人去脏吧，受不了伤吧，快疯掉，死不了就还好。我今没有啦，我没有，我不可以只派对人去啦，我们轮流去，大家轮流去，对对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国伟。谢谢钟颖的吻手里，左手上绑什么？这就是我的绑头发，拿来绑头发的橡皮筋。对，本来就寂寞的。Hello， 圆滚滚，怎么会把你戒掉？其实盛典好快就来一次哦，上次盛典是几月啊？有点忘记了，上次盛典我记得也没有结束多久。晚安，袁公馆小赖。我一想，看看前天为什么不洗头，因为前天没怎么流汗，就不用洗。因为贴瓷砖感觉很辛苦，先不要洗。我也忘记为什么没有洗头。12月，现在是4月，过了4个月。哎，盛典是4个月一次哦。Hello 逸晨啊，对，因为要省水啦。Oco， Hello 红 ，Hello 丽 ，Hello 优杰，但是盛典其实还不错啊，可以给，就是再给大家一个穿的小礼服的机会，穿那样很漂亮哎，虽然我们不会穿，对，可是那个什么穿那样很漂亮，给主播们一个穿着小礼服的机会哦，每季一季一季，所以是3个月一次，是不是 ？Hello， 太太，想穿穿看吗？哎，想穿是想穿，可是我没有想过我自己穿起来会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没办法想象。对对对，对，主播交流机会也不错。对啊，我也觉得给主播，就是很可能因为平常可能主播跟主播之间不太会有见面嘛，可能都在网络上当网友。谢谢 Red 的打棒球，谢谢 Red 打棒球，谢谢智的琵琶悠悠，谢谢智的琵琶悠悠，谢谢 Red 的打棒球，击出1205公尺，破纪录，谢谢 Ray。对，我没有穿过，谢谢阿平的玫瑰。可是小礼服平常不太会穿吧？平常穿那样子有点，就是有点害羞。对，平常穿的小礼服有点害羞，给大家一个丢火箭的机会，让我帮大家制造一个丢火箭的机会，很会很会。要唱什么歌？唱这个好了，很难唱。谢谢幻影战士的可爱水母，害羞，当然害羞啊！你平常哪要穿着小礼服啊？穿都没有穿过哎，很害羞。我走得很踏实。很坚定，这首歌怎么唱？唱下去。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这首歌超高了吧？Hello， 天天 ，Hello， 浩伟 ，Hello， 跳跳舞。买严肃即时穿小礼服，这么浮夸的吗？我家没有礼服哎、欸，我还没有买过礼服。平常因为平常不会买礼服这种东西，所以我家也没有这种衣服。你吗？我要是妙比塔比塔郎空夜 ，Hello， 我要是妙比。不会想买一件重大场合时穿吗？应该是说重大场合时再去买就好了，因为平常没什么重大的场合。对，上次那个不算啦，上次那个不算小礼服。那你们有看那个吗？他们刚刚的转播吗？他们的礼服是真的。很高规格的那种，就是可能结婚婚礼什么才会穿的。对，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故意为什么这么激动？握手会不算重大场合，握手会不算是那种重大场合吧？握手会穿礼服，握手会穿礼服哦。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那个握手会不算是这种重大场合，握手会算是另一种重大场合，但是握手会不算是要穿礼服。对我来说，穿礼服的机会只有婚礼、颁奖典礼之类的。对啊，对啊，如果我穿礼服，那你们要穿西装才可以啊，不然怎么只有我在那个正式啊？对啦，正式场合，鳄鱼说的是。叫做正式场合，对，你们有西装吗？你们说我没礼服，你们有西装吗？不过搞不好我下次不知道穿什么，然后我又想买小礼服，我就真的去买一件。对啊，搞不好我就真的去买一件，去淘宝买一件。那你让我穿小礼服，你们要穿西装哎。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有点太高哦，这样的要求有点太高哦，晕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有点太高了，唱到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再也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是不是很高？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有点太高了，有点太高。思雅真的不高，对，我真的不高。Hello L， 西装我很多，但要带过来很麻烦。不会啊，你们可以带一件来穿就好啦。晚安，齐威。Hello 易威。借 Candy 跟借口哦，你说 S H 的，有，我有听，我有看那个 M V， Maybe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你觉得妹妹穿婚纱漂亮吗？我是有看了她的照片，我是觉得她的那个婚纱好像不太跟她，我没有想过她会选择穿这个婚纱哎。刚吃完火锅，被通知要去帮他。鳄鱼加油，没事的。鳄鱼加油，上班加油。我只是觉得，我没想过他会选那一款哎、欸。对啊，船长服算不算正式服装？船长服长什么样子啊？船长服，你说像海军那样子的衣服吗？叫妹妹快结婚，也要妹妹嫁得出去啊！哎，妹妹结婚，姐姐可以当伴娘吗？船长服啊，那蛮正式的啊，她自己选，我不知道哎，我没有问她哎。妹妹结婚，姐姐去当伴娘，是不是有点悲伤？只是迷信问问宿命。看他要不要找我当，他应该会找我当吧，应该是我要不要当吧，他没什么朋友啊，对，但他朋友比我多，
哥哥结婚，我们就可以一起穿。对啊，哥哥什么时候才要结婚？已经等很久了，等到都想说还是妹妹先结好了。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但比我多，对啊，比我多。我没什么朋友，但我成员如果算是我的朋友的话，我的朋友就比他多了。对，花童应该不会想请我吧？花童感觉有很多选择，怎么一直觉得眼睛里有东西啊？啊，算了，等一下再用。成员当朋友，成员不算朋友吧？成员是另一种归类了。因为就是怎么说，有时候你会怎么说？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譬如说你打棒球好了，你会把你的，如果你们是棒球选手，你会把那个成员算不是怎么讲？就是。你的队友就是队友啊，就是怎么讲 ？SSK 是比较好同事，哎、欸、也不算嘞、欸。我觉得 SSK 只是比较好同事。嗯，我觉得有工作的时候都是同事，没工作的时候都是朋友，应该是这样说。对 ，Hello 小四晚安。我自己的界定是在工作的时候都是同事，没工作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都是朋友。对。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成员是成员对我来说是什么，我不会先界定在朋友，我会先界定在队友。对啊，因为是先有队友才认识他，是先有队才认识他们的啊。所以我会先把他们分在队友，就不会先分在朋友吧。这是一种，就是尊重，对，尊重。先有这个 team 才会认识他们大家，所以他们的归类应该要在 team 里面，不是朋友类。对，但一定会有比较好的队友。对啊，那就算朋友，那就是不是。没有以工作的时候，就是没有在工作的时候见面的话，就是朋友。对，就是这样。算了，这个分类其实也无所谓啊，反正大家都是朋友，大家也都是队友，也都是同事。这分类也没什么重要了。对啊 ，Hello Rex， 只是我自己的习惯性讲法吧。对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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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好朋友，没错，大家都是好朋友。再讨论下去就分太多，对啊，就会分很细，其实也没有分那么细了。怎么讲呢？就是，等下问你说，哎，那你们怎么认识？你一定会说啊，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团体的，所以会界定成队友会比较好解释。对啊，对不对？这个算认真的话题吗？这个不算认真话题吧 ？Hello 妹，这只是每个人的分类不一样而已啊。这是每个人分类不一样，我觉得这不算是话题。就像你们同事，你譬如说你跟你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别人问你说，哎、欸，他是谁？别的领域的人问你说，哎、欸，他是谁啊？然后你一定会先跟他说，哦，这是我同事。就是你介绍的时候一定会说，啊，这是我同事。即便你跟他是朋友，你一定会先说，这是我同事，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对，怎么从源头是哪里来？你会习惯用这个方法去介绍他们，对。Hello， 柚子。依然会心疼我跌的砖，唱作。
想对你说，对啊，你就会先说这是我同事，我觉得啦，就是比较好介绍吧，就是你这样子才会明白哦，所以你们是因为一起工作认识的，对，因为如果你说啊，这是我朋友。大家就说啊，你们怎么认识的？说哦，我们一起工作，那你们就是同事啊，对吧？就被说不是啊，我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介绍，就是这样子可以很清新的、很清楚的知道那个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对啊，也是有一些莫名其妙认识的，那就只能界定说啊，这是我朋友啊，怎么认识？哦，因为那个谁，我同事介绍我们认识的，也是会有这种也是会有这种情形啊，对啊，嗯。Hello， 继儿，不同对象说话，对啊，是，对，不同对象说话回应顺序，就看你的是什么，是什么，是跟谁讲话，会影响你怎么介绍这个人吧？对啊，你懂我，小薇懂我，谢谢小薇，我刘海太长，对啊，我最近刘海很长，对。上班，拜拜，空爷，上班加油！啊，就最有效认识的朋友，对啊，那你们可能就会说，哦，我们是，啊，对，粉丝朋友有点难，我们是喜欢同一个偶像，你们就会界定在朋友那边，对啊。Hello， Joyly， 有些东西很难去形容的，你就只能详细的介绍，啊，有些你可以用一个。你可以用简单的名词就划分出来的，我就会选择用那个。对啊，谢谢空爱的玫瑰 ，Hello Heart。对啊，你懂的，你懂的。Hello 熊宝贝 ，Hello 幻影战士。哎，我都没唱到这首歌。也听说，也不会想起我。会复合，还是你依然会心碎？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叫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伤口依然温热。堂兄弟。对，是堂兄弟，你可以说哦，这是我堂兄弟，对对对。谢谢博弈的厉害，桌上下的照片，这是我偶像，对，你可以说这是我偶像。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如果你想起我。谢谢一晨的比心 ，Hello 妍妍。如果你想起我，谢谢踪影的玫瑰 ，Hello 小张跌倒。谢谢奇威的真情告白，谢谢奇威的真情告白 ，Hello 史蒂芬 ，Hello 开心，谢谢奇威真情告白。我想我应。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谢谢益生菌的玫瑰，谢谢益生菌的玫瑰，谢谢杨公公的 love， 谢谢杨公公的 love，Hello 易凯 ，Hello 飞镖，感觉你应该没机会看我穿船长制服了，为什么？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山那河畔，窗那的窗边。哎，这首歌怎么唱？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只会这一句。我想要你的温暖，想。哎，是这样吗？谢谢福福妈的掌声鼓励。Hello， 胖哥，这首歌怎么唱？谢谢福福妈掌声鼓励。这歌怎么唱？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哦，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
不停。谢谢志续费一个月，谢谢志续费一个月。因为我不会穿礼服去握手会，不一定啊，不一定，我搞不好哪一天就穿了，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哎，我真的下音乐就会唱了。M 晚安 ，M 晚安 ，Hello 瑞和，谢谢 Oco 的玫瑰。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只是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就当作对我的回答。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发行的？我也不知道哎。今天唱不上去，今天还好啊，今天还行，今天还算唱得上去啦。啊，这首歌是1998年发行的，那我已经出生了，难怪我有一点印象，因为我有出生了，对。但这首歌很有名啊，1998年，应该是1998吗？1996。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不停的要。今天应该是因为去健身房，所以有点唱不上。也不是，应该是因为今天还没。唱什么歌，所以今天没办法唱上去，对，等一下多唱一点就会开嗓。谢谢翔哥的小浪花，之后还会继续健身吗？看状况啊，有时间就可以去。原来是1996，那我才刚出生欸。什么都不想要，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甘愿的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你梦到你去公演跟握手会，是时候要让梦成真咯，一杰，是时候让梦成真。离家出走的腹肌不让他们回来吗？其实我的腹肌很容易就回来耶，只要我少吃一点就回来了。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带着七只小鸡进来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带着七只小鸡进来，是新东西是不是？当作对我的回答，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五只我可以抽转十。啊，我要怎么抽转十啊？谢谢秘书的 love， 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啊，我怎么抽转十啊？我不太了解。谢谢奇威的掌声鼓励，谢谢奇威掌声鼓励。Hello， 克里斯，晚安。哎，领悟怎么唱啊？领悟好熟，我觉得我会唱哎，领悟，领悟。哎，我不会唱哎。啊，多么痛的礼物是吗？你曾是我的全部，你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哇，前面从来没听过，
我只会副歌，谢谢一等的小鸡蹦蹦，谢谢一等小鸡蹦蹦，小鸡蹦蹦是新的游戏吗？小鸡蹦蹦莲雾不是莲雾是礼物，抽一次要怎么抽啊？我该怎么抽？哎，我可以抽是这个吗？哎，我不太了解啊。Hello， 小叮当，你也不知道在哪？嗯，没有出现呢。哇！怎么抽？啊！是转盘吗？点击开始，是吗？哎，不是啊，黄金转盘，是转盘吗？我要唱副歌。多么重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啊，多么痛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OK， 看一下哦，谢谢益生菌的许愿瓶啊！我看到了小鸡转盘，我要抽抽，我获得200个钻石哎！谢谢，再次抽100个钻石，我获得300个钻石哎！谢谢大家，谢谢刚刚谢谢伊登，谢谢伊登的，谢谢伊登的小鸡。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谢谢秘书的掌声鼓励，发一个红包给你们，怎么发啊？我没发过红包哎，我看一下哦。红包，谢谢钟颖的掌声鼓励，这里吗？不对，礼物，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红包，我有，我可以发红包给大家哎，发，哎，等一下500浪花，我有多少浪花？我有1000是不是？啊，多么重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你就能让来世路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重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我到底有多少个钻石啊？我看一下。哦，这都是我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多么重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一直就唱这几句，因为我只会唱这几句啊。哎，我可以发一个500块，我只有1000块哎。我可以发500块给大家，可是你们先让我去上厕所，我用500块给你们买一个上厕所的时间，好不好？你们先让我去上个厕所，拜拜。
上厕所时间，好，我要发红包喽！哎、欸，谢谢，我要发红包喽！大家都回来了吗？买上厕所时间，先唱副歌。我多想找到你，轻碰你的脸。Hello, Leo。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流泪之前。好，我要发红包啦！发五件红包，送出，快抢红包！哎、欸，耶、yeah, ！你们有抢到红包吗？有没有抢到红包？不客气，不客气，哎，别跟我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自己有抢到，废话，我自己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哦对，好像是粉丝团才可以抢红包。想找到你，谢谢入口花开正当时，亲朋，谢谢门口种了柑橘的织布的守护灵。我会敞开我双手，你的背。要加码吗？不行，我只有1000块，我只能发两次。我已经用了一次，我下次我还要保留给下次。对，失去了时间，在你流泪之前，保管你。哎、欸，有人发红包了。谢谢 Roman， 谢谢 Roman 发红包，谢谢 Roman 发红包，耶、yeah! ！什么小气，我钱不够，你穷哎、欸，保留下次上厕所。对啊，谢谢 Roman， 谢谢 Ben 的真情告白，谢谢 Ben 的真情告白，我穷啊，就比较穷。Hello 包子，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晚安文婷，谢谢红包，谢谢玉的掌声鼓励，谢谢玉的掌声。哦，又有红包了，开心也发红包了，谢谢开心的红包。哎，我怎么都有抢到啊，好开心哦。我是小气鬼，我是金牛座呢，我可是金牛座的人呢，对不对？今晚准时一点关，今晚准时一点关，对，今晚准时一点关。我可是金牛座的，谢谢字的金牛一年儿闪耀，谢谢字送我金牛一年儿闪耀，阿里嘎多。粉团粉圆团粉圆团是什么？哦，粉丝团，粉丝团啦，什么粉圆团？哦，因为粉丝团很好抢，对耶，哇，我自己也可以抢我自己的，难怪我最近都有抢到，我理解了，我理解了。今天快没有，今天12点关，今天会准时一点，所以12点关。对，
我这个浪花是存很久的、欸、我存了很久，我从开播就已经开始存了我的浪花，存了三年，好不容易存了1000块，对不对？哎，这里是克什米尔事务所。对呀、啊，粒粒皆辛苦。是最了。我可是粒粒皆辛苦存下来的。哎，这个是 MV 版是不是？没有中文，没有歌词，换一首。对啊，我存很久，存了三年呢，我都播三年，在场可能只有30到40个。原来如此哦，那很好哎，这个发明很好，这个发明很好哦。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换一首歌，等一下。Roman 追内地48 ，Roman 是追谁 ？Roman 喜欢谁？哎 ，Hello 小红，哎，我先选一首歌，等我一下。我要选什么歌？哎，只能持续入股，对啊，鼓励可是鼓励，当然不能随便发，鼓励只发给股东们，好不好？我们只发给股东们，我们可是很严谨的。有看乐天女孩影片吗？底下留言都款，真的吗？我有看异想天开的影片啦，乐天女孩影片，乐天女孩的影片在哪？谢谢杨哥鼓励发放。今天没有挂日啊，明天还要早起呢。你们是想要我睁眼复发吗？谢谢秘书的 kiss 就是，我最近都超早睡。我第一次滑过头，我第一次也滑过头，瑞。我最近都超早睡，我昨天也是那个12点就睡。Hello， 阿伦 ，Hello， 杜武，明天要练习啊。有认真点夸下，谢谢玉。明天没放假，你们明天哦，明天是五一劳动节，你们明天明天本来就放假啊。谢谢开心的可爱水母，谢谢门口种了柑橘的看看你啊。我最近真的都超早睡，因为我想要那个让我的那个睁眼赶快好起来。我最近都12点就睡，对，连放5天也太爽了吧！这么好，连放5天，略过广告。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给背包背，因为有限。你大郭靖，林果喜欢郭靖。行得太远，不计较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看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动力火车出了新歌，对啊，我知道动力火车最近出新歌。噔噔，公司放30号，对，今天有一些人有放假，谢谢洛克的 love，Hello 海豚 ，Hello 小欧，
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当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爬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谢谢中影的荧光棒，谢谢奇威的 love，Hello 志宏，谢谢益生菌的玫瑰，谢谢福福的掌声鼓励，谢谢益生菌玫瑰，谢谢初风的掌声鼓励，谢谢福福的掌声鼓励 ，Hello 少凯，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谢谢 Frank 的掌声鼓励，谢谢阳光的掌声鼓励，谢谢数学课本的真情告白。啊，广告广告，谢谢秘书的 kiss 猪猪 ，hello 明明，谢谢秘书的 kiss 猪猪，凌晨三点钟，那是什么？凌晨三，好熟、哦，我好像听过哎。谢谢柠檬的厉害，凌晨三点钟，凌晨三点钟，好像在哪里听过呢？好像有听过。音乐静止了，冰清熄火了，窒息的温柔，尖锐的刺落，一道一道往我心上割，往伤口里戳。谢谢博成的织布的守护灵，谢谢明明追踪。对啊，我的面包很好吃。下次如果我以后开店，你可以跟我买。Hello， 文相晚安，谢谢益生菌的比心。要自己修刘海吗？我应该会自己修哎，明天剪一下好了。你配不上我，一定有你想象中脆弱。今天都挑高音歌，其实我平常就唱蛮高音的歌啊，今天刚好都挑到高音的吧。对，谢谢吐司吐司的 love。再多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再深的深情容忍也不能让你再爱我，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仓鼠拉肚子，仓鼠有拉肚子吗？无条件问你，想听无条件问你是不是？可以啊。Hello 牙叔 ，Hello 一姐，我会做吐司面包，我会啊，我会做吐司面包。最难的理由是你配不上我，我没有你想象中脆弱，我会好好的，没有什么。最不可舍，再痛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Hello 绿猫 ，Hello 西西 ，Hello 一晨，让你再爱我，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
再痛的痛苦泪水换不回一点点感动，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再深的深情容忍也不能让你再爱我，我不怪你。谢谢瑞的厉害，谢谢瑞的厉害。Hello， 豪熊，去体验理发店洗头。哎，去有些去有些理发店洗头超舒服的，你们知道吗？会附赠按摩那些的，我想去体验一下洗头，我也想体验一下按摩。谢谢开心的比心 ，Hello 博弈，我想体验一下按摩，好想去按摩，可是按摩好贵哦。可是有时候腿好酸，好想去按摩一下。入你心坎，真的吗？开心小赖 ，Hello 初风，我可以撑三天不洗头。搞不好可以哦，你们知道发廊，不知道为什么发廊洗头发都会香味都会撑比较久哎，对。脚底按摩，我想去按那个不是脚底的，我想按的是就是小腿这边，小腿很痛哎，哎不是痛，小腿是酸，因为我们常常跳舞啊站着什么就是很酸，大腿小腿超酸。而且你们知道，其实自己帮自己压的时候，那个力道会没有办法不一样，要去给按摩师傅压，那个力道才够。对，自然而然的轻松，一路到没有，我去的不是那种折来折去的，我也不太敢去折来折去。对，穿高跟鞋小腿超累的，穿高跟鞋小腿真的很累。我喜欢的是另一种，油压的那种吧。我不喜欢折来折去，我也会怕。无动于衷，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你变坚强，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灵魂如此沸腾，为我爱的人。听到骨头被折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怕。谢谢玉的真情告白，谢谢玉的真情告白。还是习惯单纯，我愿尽力完成。谢谢博成的真情告白，谢谢博成真情告白，谢谢奇威的花枝精粹，谢谢奇威的花枝精粹，谢谢中影的直补的守护灵。Hello 月小的微笑，无所谓。谢谢竹宝带着九只小鸡进来，谢谢墨雨带着九只小鸡进来。不再是无动于衷，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你变坚强，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今天是十二点关，今天是两个小时。海芋送给妈妈吗？对啊，海芋送给妈妈了。妈妈最爱那种花了。我的灵魂如此沸腾，为我爱的人，爱一个人，付出才会完整，无条件，越久越深。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
我喜欢郁金香吗？我郁金香哦，我没有收过，没有看过，没怎么看过郁金香哎。谢谢智的真情告白，谢谢智的真情告白，谢谢 Mr. Kiss 啾啾。我喜欢什么花哦？我不知道，我蛮喜欢满天星的跟，跟玫瑰啊，或者是 Daisy 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我花都蛮喜欢的。我好像没看过郁金香哎。我对我只有看过照片里的郁金香，好像没看过郁金香本人。对，我知道没看过郁金香本人。对，因为我没去过荷兰。对，可是满天星好像没办法当，就是满天星通常都会附，就是跟很多花一起组在一起。对。你喜欢有钱可以花、哦、我也喜欢有钱可以花。谢谢吐司吐司乐，谁不喜欢有钱可以花？第七夕是回家。博弈明天比赛加油！谢谢吐司吐司的 love。Hello Misawa Yuki。哈塞哈 ，Hello 哈塞桑 ，Hello 企鹅。记得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我竟然没说你分对的话，有啊，我有说啊。我刚刚说我喜欢 Daisy 啊。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跟阿北上去打拳，阿北上有去打拳哦，我不知道哎、欸，阿北上有最近有去打拳。看归月更清楚，想一个人，泪光是一种幸福。谢谢 Himeji 的荧光棒。家的下午，你送着我，满天叶子都在飞舞。谢谢谢谢，花枝金翠，齐薇的花枝金翠。我记住，雨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对，我在海边上要去开球，我们今天在讨论他应该他的开球。海边上要去是5月8号是不是？我记得。我会去看阿布开球吗？我应该不能，我应该没办法去吧。5月8号我要干嘛？哎、欸，我们是哎、欸，我是吗？啊，不知道。对，撞公园。哎、欸，我有撞公园吗？我好像没撞。走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牵着我穿过了路，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我并不独，在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大爆头应该会看到大爆头吧。我是觉得他不太丢不太到本垒啊。Hello 豆里王，我是觉得他看不太到，就有点里面好像有东西。他臂力不强，对啊，他臂力不强啊。
我觉得就算臂力很强的女生要投到本垒也是很难耶，很远耶。雨下了粥，欸，我是不是我在想说，欸，我有可能会是想睡觉耶，因为我平常我昨天跟前天好像都12点就睡了。谢谢博成的玫瑰，搞不好我的生理时钟已经调成12点要睡觉了，是不是？哦，女生会站前面一点，原来如此，蛮贴心的呢，哼。为什么这么早？因为那个啊，就是好像长生缘要早一点睡觉比较好。就是我那时候查，就是睁眼怎么样可以赶快好起来，然后他就说要早点休息，要那个。就是让眼睛充分的休息，不能用眼过度什么什么的，对，然后早点睡觉，充分休息，免疫力才会变好。对，谢谢数据门口中的柑橘的真情告白，睡得着吗？其实睡得着，躺在床上就睡得着啦，你们不觉得躺在床上就睡得着？不让我开到一点，谢谢你贴心，谢谢你们贴心哦。欸，真的躺在床上我就可以睡着。我是一个躺在床上就很容易睡觉的人，因为老了，你们知道，已经不年轻了。头皮很痒，不会啊，头皮不痒，我昨天又洗头欸。要播什么歌？我寂寞寂寞就。刚刚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你才22，哦哟，小黑黑危险咯，小黑黑危险，谢谢豆力王的爱心小蛋糕，是亚梅基了，应该也丢不到本垒，是蛮难的吧？我觉得那个臂力要很强欸，不用躺在床上也能睡着，你就躺在沙发上也能睡着，铝猫躺在沙发上也可以睡着，辛苦了小薇，谢谢小薇。有关灯吗？不然妹妹也要早睡。会啊，会关灯啊。谢谢豆力王的小蛋花 ，Hello 松田。不知道播什么歌呢？我好想你，好想你，却深藏在心。不怕黑，我怕啊！我睡觉一定要开小夜灯。Hello Larry， 坤坤，我睡觉是不。我睡觉是习惯开小夜灯才睡得着。对，家居上班加油，家居 go go go。不过没洗澡就不躺床上啊，真的、哦啊？你有这个洁癖？我是还好，我是要看情况，看我那一天怎么样。对，唱这个好了。全黑我没办法全黑，我睡不着欸，我要有一点小夜灯我才睡得着。对 ，Hello 一层，不过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欸。对啊，我习惯要有灯才睡得着，可是一点点灯就好。对，我数学课本我也是全黑会没有安全感，对，所以我没办法全黑，我要小夜灯。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有没有歌词？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你要全黑，真的，我全黑我睡不着。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全黑很可怕吗？
像一首最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睡觉小鸭群还真的假的？我们那么甜，那么美，那么相信，那么疯，那么热烈的曾经，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解释一下，我刚刚看到有个人问我说出去旅馆会怎么样，是不是？我出去通常我遇到的室友都是就是会开个灯的，就是我们出去住还是习惯会就是把厕所的灯打开啊之类的那种。然后如果真的遇到就是一定要全黑才能睡觉的话，那我就会选择我灯还开着的时候就是赶快先去睡觉。然后等到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再关灯就好了，这样就不会，反正我都睡着了，这样就不会有影响。对，谢谢开心的比心啊。什么时候最想睡觉？就是刚吃饱的时候最想睡觉啊。刚吃饱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随时会睡着的状态。对啊，房间多少看得到光。我去旅馆的话是习惯会厕所灯会开着，因为去晚上睡觉起来想上厕所的时候才不会迷路。对啊，这样子是最方便的。对，对啊，吃饱会想睡觉，吃饱超级想睡觉，所以我有时候不会吃太饱，因为工作的时候吃太饱就会想睡觉，所以我就是习惯不要吃太饱，这样就不会让自己有一种饱困。你们知道饱困吗？就是饱困，吃饱了就很想睡，就会困，饱困。我还是爱着你，谢谢瑞龙的 love。 你还是忍住你，我还是爱着你，让我看不见你，你是我的生命，再煎熬也不能抽离。你是我的瞬间，只是遗憾，只是幸运，我还是爱着你。晚安玉，谢谢吐司吐司的 love。 晚安晚安。简爱怎么唱啊？把爱剪碎了，随风流向大海。我只会这句而已。对，
我真的只会这一句。天高地厚，现在都飞到你眼最前头。恋人未满，恋人未满，我有听过啊 ，S H E 唱的，对吧？哦，天高地远，天高地远，雨浪之间没有哎、欸，没有听过雨浪之间哦，原来是天高地远，为什么我看成天高地厚？都是我妹害的，真是的。一二三木头人，我数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我真的很想问，你是害羞还是太迟钝？我数一二三木头人，明明暗示的够明显了，我很天真，因为有你让爱情，哎，是这样唱吗？因为有你让爱情能完成。恋人未满怎么唱？再靠近一点点，我就跟你走。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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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在等什么？不过三个字，哎，不，你在等，这是麻辣鲜师的主题曲，对不对？麻辣鲜师。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再道别却又想见面？在朋友你好低哦，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切。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翻脸？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多了一些，又在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啊！再靠近一点点，我和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Ella 的声音很低，对啊，他 Ella 的声音超低。哦，是初恋 Makio 的。我陪，为什么不难过却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困扰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又在想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我对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谢谢开心的王子之王，谢谢开心的王子之王。爱情 no
么贴心，却进不了心底。你能不能快一点决定，对我说我爱你？我就名字叫错了，开心之吻。谢谢开心的开心接受这个改名，是不是？谢谢开心的开心之吻，谢谢开心的开心之吻，开心接受改名。再下去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谢谢小新送我告白气球，谢谢小新的告白气球。酷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叫，不知道酷艺怎么了，酷艺又开始嗨了。谢谢钟颖的比心，开心冠名，开心冠名礼物，谢谢开心的开心之吻。我不相信，你能不能快点决定，对我说我爱你？谢谢若克的真情告白，谢谢若克的真情告白，谢谢 Frank 的花枝精粹 ，Hello 阿顺，谢谢浪漠城的幸好你没有穿新鞋子，其实也没差，因为会换鞋子啊，也还好，只不过下雨。谢谢小薰的捕梦网，谢谢吐司吐司的 kiss 啾啾，谢谢吐司吐司 kiss 啾啾，再靠近一点点。谢谢杨哥的可爱水母，谢谢杨哥可爱水母。哒哒哒哒哒。Hello 阿顺，悄悄话，悄悄话 ，Hello 悄悄话，谢谢博成的 Love， 谢谢小熊的爱的小熊。谢谢那个帽子戴起来很可爱，你说青蛙帽吗？对啊，那个帽子超可爱的，你们可以穿青蛙装去那个采海芋，不过海芋季快结束了，对。其实我觉得采海芋真的蛮好玩，你们可以去体验看看。对，酷伊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叫？他应该想上去睡觉，对，想去房间睡觉。是红了，回忆中你腼腆的笑着。明天最后一天哦，真的、哦，下周休田，大家把握机会嘞，或是可以五月再去。看绣球花，因为绣球花也很漂亮，我对绣球花蛮有印象的。我之前好像有去某个地方看过绣球花，有点忘记了。对，你们要把握机会。不是我想太多，只是线索有太多。你曾经爱过我，可是到最后你却选择不对我说。关于我早听和图说，相信你也曾经听说过。这些年我听说你和其他人爱过，一年你没说那些话，是否已经对其他女生说？时间流过，对，绣球花超夯的，因为很好拍照。谢谢瑞龙的 kiss 啾啾，绣球花很好拍照，绣球花真的开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壮观的，就是我之前有去不知道去哪里，好像也是山上，我忘记是哪个山上，就是很壮观，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紫色。现在绣球花好像有很多种颜色。对，谢谢书局门口种了柑橘的玫瑰。Hello 咸水鸡，以前在山上念书，为什么你明明就在那么近的地方，你还不踩一下 ？Hello Spin Ted Ti， 失衡了。妈妈喜欢海芋吗？妈妈只要是花都很喜欢啊。对，妈妈只要是花都爱。那一刻。我祈祷爱情的沉沦，丢下一句抱歉就走了。那一刻我心痛了，泪掉下了。你在台中读四年大学，从来没吃过糖饼，你太逊了吧？
太阳饼我就早就吃过了，我去台东吃校唱都有买太阳饼。雨落到听河图说，相信你也曾经听说过。才还预备拒绝，真假的？可是，可能他不喜欢，就是他可能不喜欢沾到泥土之类的。还是你应该问一下说，那要不要去赏绣球花？他可能不喜欢泥泞之类的啊。休息站买的吗？对啊，休息站买的。我喜欢哪一家？我分不出哪一家，我都随便买。对，我分不出哪一家好，我都随便买。台中人有推荐吗？台中人推荐哪一家太阳饼？我其实吃不太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哎。对，所有菜都爱过我。今年母亲节还要买礼物吗？今年母亲节还要买礼物吗？不知道哎，今年母亲节，想一下。赏绣球花，对啊，绣球花至少不用踩到泥土里面。对，他可能是不喜欢踩到泥土吧，可能踩海芋听起来就是感觉会踩到泥土里面之类的。对，奶冻卷哦，奶冻卷好吃，我也喜欢吃奶冻卷。Hello， 夜风飘走，就是不会买，不会哦。那我说我要思考一下，还有一个礼拜哎。River 还有一个礼拜很长的时间，还有一个礼拜可以慢慢的想，时间还够，对，时间还够。噔噔噔噔，我觉得我的真眼要爆出来了，有没有真眼要爆浆，爆浆真眼，妹妹已经买了花了，哎、欸，我也有买花，不是，我也有采花。我大西瓜刺身招到音乐季的米也比我 mini 行きます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哈瀬さん、待ってるよ。刺身招到的日文太难了。待ってるよ、哈瀬さん。到时候见。楽しみ。有点不知道讲什么。楽しみ。对，楽しみ。ありがとう、哈瀬さん。哈瀬さん在台中，哈瀬さんはどこに住んでいますか？你日文真的退步太多，我是真的没有什么讲日文的机会。Hello X， 真眼会爆浆，是不太会爆啦。对，但是它会露出一个白白的那个，就跟青春痘一样，白白的一点。Hello， 飞镖呜镖呜，是不会爆出来，对，爆出来是有点可怕。对，仕事で台北に住んでいます。哦，なるほど。私も仕事で台北に住んでいます。台中に行きますね。台中のお土産は太阳饼です。太阳饼美味しいですよ。你可以吃。哦，好难哦，日文要对话不下去了。じゃあ、ハセさん、台北で住んでいます。で、だから、TP の公園見にいてください。日籍成员中文都比下啊，废话哦，我又没有去日本工作。当然可以，他们中文当然会比我好啊！我今天如果去日本工作，我的日文也会变好，好不好？念排名要念排名是不是 ？OK， 念排名。对，先播一首歌。先播一首歌。跟阿贝桑聊天是中文吧？跟阿贝桑，对啊，我是因为工作才住台北。当然，我因为工作住在台北，虽然我的家人也在台北，但是我同样也是因为工作住在台北。对对对，先播一首歌。等一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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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别说没爱过，别说没有错，爱是一点开往第一个尽头的那种。OK， 念排名。对了，但是我是台北人，私は台北人です。
哈塞场不出现是不是？谢谢哈那比的小浪花，谢谢哈那比的小浪花。哈塞场有听到我刚刚说的。好，我要念排名了哦。如果不工作住哪？还是台北？没错，不一定啊，搞不好我会去什么台中工作啊，你又知道了对不对？人生不一定。我先念排名啦。谢谢博成的 love。噔噔噔噔噔，第20名是秘书，19名是吐司吐司，18名是阳光狗，17名是熊，16名是塔比特，15名是玉，14名是福福妈，13名是中影，12名是奇威，11名是数学课本，10名是益生菌，9名是书局门口种了柑橘，8名是博成，7名是林果果，6名是甜中豆力丸。5名是小薰，4名是 Ray， 3名是若克，谢谢若克。2名是智，谢谢智。1名是开心之吻的开心，谢谢开心，谢谢开心的开心之吻。辛苦了，柠檬，谢谢钟颖，谢谢奇威，谢谢博成。大家祝我睁眼赶快好起来，对，大家祝我睁眼好起来。下礼拜哪2天直播？我真的记不起来了，到时候就知道了。谢谢逸晨，谢谢牙树，小红辛苦了，谢谢小黑黑。希望我的睁眼下个礼拜就从我的眼睛中消失。可恶！对，我还记得开心之吻，我再也不会忘记了。开心，睁眼退散，希望睁眼退散，不然我这礼拜都过着就是眼睛很重。的感觉，初春晚安。我已经忘记我的眼皮长什么样子了，你们知道吗？谢谢福福猫帮我烧三柱清香。船长晚安，辛苦了，有空看一下医生。好的，有空，再不好我就会去看医生了。我已经有在点药水了，对，我已经有在点药水。谢谢博成的水洗香油，谢谢少凯，辛苦开心晚安，继续这样走。谢谢小梁，谢谢吐司吐司。晚安秘书，晚安若克，晚安，哎呀不要跑，晚安柠檬，晚安羚羊，晚安，谢谢羚羊，晚安踪影，晚安博成，晚安逸晨，晚安 Oco， 晚安俊，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谢谢开心的真情告白，晚安杨公公，晚安月笑，晚安逸晨，晚安启威，晚安牙叔，晚安文相，晚安玄敏，晚安博成，晚安七七八八，晚安思涵，晚安博成，晚安 Oco， 晚安踪影，晚安俊，晚安小杰，晚安牙树，晚安佳阳，晚安瑞荣，晚安逸晨，晚安飞飘飘，晚安博晨，晚安 Rex， 哈塞桑还在，哈塞桑，公园里马德马斯马德路哟 ，TV 的公园，公园的公园公园的马德路哟，哈塞桑，拜拜樱桃猫 ，DT Nick， 谢谢 DT Nick， 我会多喝水。拜拜 Steven， 拜拜 Oco， 拜拜一生九。哦，隔壁火箭 Ray， 拜拜，刺猬哥拜拜，胖克晚安，俊英晚安，黄鱼晚安，博森晚安 ，Frank 晚安，他听得懂 Rex， 松影晚安，光阴期待的是，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哈先生，待ってるよ。晚安益生菌，晚安开心，拜拜，谢谢杨哥，拜拜，土豆晚安，俊英晚安，果冻九号晚安，谢谢果冻九号，数学课本晚安，讲到哪，图书图书晚安， Eric 晚安，七七八八晚安， Rex 晚安，喂，什么好破的日文， Ray 晚安， Collins 拜拜，一姐晚安，今天要洗头，好啦好啦，今天要洗头，益生菌谢谢益生菌 Love 帮我晚安，小黑黑晚安，晚安晚安晚安，下礼拜见。跳跳晚安 ，Ben 晚安，牙叔拜拜，思涵拜拜，拜拜柠檬拜拜。希望下礼拜大家可以看到我美丽的眼皮。拜拜，国宾拜拜，小红谢谢小红柠檬棒，大剑拜拜，博成拜拜 ，Heart 拜拜，羚羊拜拜，一姐拜拜，钟颖拜拜 ，Oco 拜拜 ，Ray 拜拜。你觉得你应该吃鲜贝吗？鲜贝吗？我觉得你可以吃一口试试看味道，看你可不可以接受。樱桃猫晚安，晚安晚安，拜拜，夕阳拜拜，牙叔拜拜。哎，先把广告关掉。
拜拜，楚雄，拜拜，胖哥，拜拜，公演见，拜拜，益生菌，拜拜，船长，拜拜，土司土司，拜拜，蚊香，拜拜，大尖，拜拜，哈特，拜拜，劳动节快乐，下礼拜见，拜拜，七位，拜拜。